除了感到榮幸之外，我也感到肩負很重大的責任。我明白香港現在面對的種種困難，包括民生、疫情等等，市民對新一屆的政府是抱有更大的期望。我承諾，我一定竭盡所能，協助後任行政長官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我亦都會凝聚各方的力量，同埋統籌各個政策局，制定同埋全面落實各項有利於香港社會同埋民生的政策。此外，我亦都會要求各部門精簡程序，提升效能，盡早解決市民生活上面的困難。我會同各個政策局研究同埋向行政長官建議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同埋有關的政策計劃。香港未來的發展，我認為是同內地是息息相關。我會同相關的政策局會同內地保持緊密的聯繫，好好把握大灣區發展所帶來的良好機遇。未來五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重要起步點，我們一定要把握時間，把握機會，為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為香港市民的美好生活而努力。我絕對不會辜負中央人民政府和後任行政長官交給我的這個重任，我一定會盡力協助後任行政長官為香港開新篇。多謝各位。